在橱窗慵懒的休息，灰色的爱墙下只有我跟你的身影，樱花飘落了一个下午的安静，肩膀上的你已经睡得好甜，紧闭的睫毛在微风中那么美，忍不住轻轻说声哦，我爱你，树荫下做梦的你应该没听见，白色的樱花默默飘落我眼，安静的爱着你，距离好近还可以听到你的呼吸，白色的樱花轻轻飘落，就像我对你那样温柔，那句爱你在你睡着时成了我的成了我的秘密。 Michael 跟我说你后悔了，后悔来得及吗？七妹，七妹，你专心听我说一句话就好了，我爱你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明天就要结婚了。如果你不要我结婚，我可以不结，我可以为了你放弃一切，我们逃到一个只有我们两个地方，远远没有别人，只有我跟你。那田里怎么办？你爸妈怎么办？你家还有你公司怎么办？做你该做的事吧，你也就没有回头的路了。就这样，对，就算我们没有缘分，七妹。去吧，好，保重。我很感动，
但也只能这样。明天你就要做别人的丈夫了，肩膀上有你要扛的责任。回去吧。你干嘛回来？你怎会动？啊？你是不是去找何清美？你哪知？这啊！我伫个桌顶看到这啊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到即马还阁未甲这人放袂记的？所以你自头至尾就是咧骗我，你自头至尾就是咧骗你老爸，你根本的心都无伫这间厝嘛！我都已经答应你要跟天丽结婚了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我是安怎？有什么代志明天好好讲，一定要变到安尼？啊，今麦人都走出去，要去倒找啊？席位再说吧，江总。而且我刚接管我爸的事业，很抱歉，帮不到你忙。好吧，下次再合作。谢谢你的招待，我先走了。臭小子，给脸不要脸。林总啊，副总，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你，你何必要求他呢？对啊，而且你不是还有个阿姨在支持你吗？谁知道他会支持多久？靠别人都是假的，想要成功，就要有自己的后台，要有自己能掌握的人马。董事长的位置还是要定的。副总，董事长的位置很重要。可是天丽也很重要，她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看吧，她那个婚结不成，我如果当众抖出来，整个强暴案件都是她自己主导的话，看到广告费去不去？哎，拜托，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，你要是抖出来，我怎么办？我姐怎么办啊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再说我这么做也是为我自己跟天丽的未来着想。警告你哦，要是高级真的把这件事情抖出来，让我跟我姐没有办法做人的话，我一定也不让你好过的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关你那么多啊，自己想办法。去啊！天玉，去啊！去！我去，我去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问你，原来那篇报道是你跟天丽联手主导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
整件事都是天力编的。哎，小飞啊，天力不是从头到尾都在骗你吗？没有错了，整件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自导自演。哎，想不到天力是这种人。小飞，那你现在该怎么办？反正我是不会跟天力结婚。哎，小飞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跟天力结婚是为了挽救日升，也为了孝顺你的爸爸妈妈。除非你能在一天之内解除日升的危机，否则你这个婚是结定的了。我们的世界会不会有交叉点？也许某一天某个地方，我心里压封咖啡厅，银白色的风铃，褐色的猫在橱窗慵懒的。你要结婚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结婚，你还找我干什么？疯子，我已经告诉飞哥，那些什么求婚订婚都是假的。你出卖我？没有出卖，我只为了挽救我姐还有飞哥还有你的幸福。好，既然他都知道了，你到底干什么？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帮我。帮什么？帮我取消我跟天力的婚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天力啊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会用我一生所有的时间、精神来爱齐美。你疯了，飞哥，讲重点。疯子，飞哥现在需要资金200万才能挽救日升，只要能救日升，他就可以不管外界的评价，他就可以跟我姐在一起。现在就能帮他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成全我姐，成全飞哥啊。秋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爱齐美，我为什么成全她？而且当初也是你鼓励我追求齐美姐，你现在竟然帮她讲话。因为我发现我姐她一直爱着飞哥。我爱齐美比她爱的多很多。疯子，秋，疯子，你可不可以听我说？你闭嘴！我不是圣人，爱情是自私的。你现在要我拿几亿的资金出来成全你，让你去爱我最心爱的女人，很抱歉，我办不到。疯子，疯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不肯帮你，是我太冒昧，而且他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他不是圣人，只是疯子是我唯一的希望。你们两个那么相爱，却不能在一起，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飞哥，你带我姐走，走越远越好。齐柔，我不能再像我以前一样任性，只顾我自己想要的。再说，我对我们家跟日升都还有一份责任，而且这样对你姐也不好吧？可是疯子一直不答应，这婚你还要结吗？我答应过我爸，我会尽力挽救我的幸福。可是如果真的做不到，我也只好回家跟天力结婚。你在看什么、啊？天力小时候的照片，你看。你看还那么小啊、哦，时间过得好快。哎，怎么了？百感交集啊你。女儿马上就要嫁人了，能不感慨吗？不过我想，没有哪个父母像我们一样，明明知道女儿嫁出去不一定会有幸福，还阻止不了。这是他自己要的吗？将来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他自己都得负责喽。还是忍不住要替他担心呢。婚礼就在今天下午了，你
担心有用吗？我相信宝莲会好好对他的。嗯，就是这个女人让我更担心呢。宝莲她向我保证，她一定会好好对天丽的。你什么时候变得好像跟她很熟的样子？你凭什么相信她的保证？女人的直觉吧。再说我们天丽是个好孩子啊，我相信宝莲一定会喜欢他，一定会对他很好的。哇，嘿，不睡吗？哎，不睡不睡。是呀。啊，你今日穿到这，你睡还是要走？要走哪了？讲天丽，因爸爸是你的老朋友，安尼你一定去参加婚礼。我想讲，我要跟你打电来去。啊，你嘛拍拜托咧，啊，你个人也无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去参加婚礼这是应该啊。啊，你是要去创啥？啊，嘛有要到老咧，爱搞爱对路哩。嗯，人我是要来去实习，看人安怎做新娘子。实习？嗯，你是要实什么习啦？我这世人，我毋捌做过新娘啊！我想讲吼，来看人做新娘子是安怎做的。啊，有一天吼，我若真正做新娘子的时阵吼，我毋则袂紧张。啊，无万一若紧张吼，我今日脱鞋啊！啊，若脱鞋吼，我今日落开，来，互你足见笑的呢。对对。你，不不，我讲小路啊。啊。你我，咱今仔日吼，我话话讲清楚，万一你有一天做新娘啊。啊，你若紧张，啊若脱钱，啊我是安怎介绍？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遐济哦，无用做你。是你啊！我赶快把衣服拿给爸爸，走，我们上楼去。七妹，七妹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好啊，你问啊。你还爱不爱高飞？我要一个答案。公子。我不知道你的答案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爱。七妹，哪有你忘了他当初怎么对你的？哪有你忘了他是要跟你最好的朋友结婚，这样子你还爱他吗？爱。七妹，永远不会改变。谢谢你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因为这个答案可以帮我决定一件事。不管怎样，我祝你幸福。
花多少代价，我一定要在今天完成。我要你们立刻进场，调动我们厂工所有的资金，购买他们日升的股票。董事长，日升公司的经营有问题。我不管，我今天叫你们来不是要听你们的意见。实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，还有五分钟，股票一开盘立刻进场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现在是厂工的董事长，我说了算，去。哇塞，董事长是比较大哈，没想到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看到你那么威风哎。可是你这样付出的代价，会不会太大？不管付出代价多大，也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不是圣人，更不是神经病，更不会为了我的情敌去做这么多事情。你是为了齐美？对，我是为了齐美。希望她幸福，希望她快乐。你有那么爱齐美？我爱齐美，比你爱她多好多倍。不可能。如果真的要比爱齐美，你不会赢我。我可以为了她付出我的生命。我也愿意。你们很肉麻哎！现在是买股票的时候，你们在那边比什么比啊？更何况你们再怎么比也没有用啊！我姐她只会选择一个人。没错，你姐只会选择一个人，她选择了高飞。我认输了，我真的认输了。你虽然说了感情，可是你赢了一个友谊啊。我没想过我会跟你握手哎。总得试试看嘛。谢你，你的这份情我会永远都记在我心里。不过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忙。我现在就回日升跟董事们商量看看。在这种情况下还来当你的伴郎，算了，不来就算了。天丽姐，其实赵耀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所以我知道，其实我会叫他来当伴郎就是想让他死心了。可是好像要他死心蛮难的。算了，今天我结婚不要讲这个。你看，我穿婚纱好不好看？漂亮，很漂亮。今天漂亮，以前就很丑。哎呦，不是这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像姐这么漂亮的新娘，要是有谁后悔不娶你，她就是个大笨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高飞后悔？哎呦，不是啦，你们都快要结婚了，还想那么多干嘛？算了，说实话了好不好？哎呦，走啦走啦，我去看你装他们什么需要补的地方哈。这样不够，我不管你花多少钱，把日升的股票通通给我买下来，而且你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融资。唔免啦，我大人大正也唔是囡仔，你家己穿倒啊啦。我家己穿啦，十波人穿衫也袂晓扣紧，
捡袂好势。好，来，我给捡一下。你咪敢那虫尔，一直叮当好无啦？无啦，吓无吓，我会猫你来讲安尼。真啦，真个唔捡。好啦好啦，好未啦好未啦。好啊好啊。七妹，你看你爸爸穿这样的，你打我，很帅哈。看看。很帅。哎，阿喜，干嘛陪我呢？我来叫，我来来叫。好，七妹，我们去吧。你们去吧。好。快点。小罗，我看你啦吼，我卖去啦，啊，你去就好，啊，红包钱都给他包出来了，七妹。爸不去了，在家里面陪你。来，我们看电视。哎，人今日穿啊这么水，你怎不会去？哇，你也不爱去，咱都卖去啊，我嘛不爱去啊。爸，嗯，你跟阿姨都打扮好了，为什么不去呢？而且你跟王波二十年的交情，如果你不去，王波会生气的。不来，七妹啊，我叫你去呢，我又不忍心放你一个人在家，我又不放心。啊，我是啊。爸，嗯，我没事的。真的没事，真的。哎，过来。七妹，你真的没事哦。阿姨，我是谁的女儿？我是爸的女儿，我爸一样勇敢，我爸一样坚强。快去。我听爱宝，勇敢坚强。让我好好看电视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哈。好，走了。拜。别再生气哦，我是在不放心呐。爸，我不会自杀，也不会吃安眠药，没那么傻。你女儿还年轻呢，我会每天过开心的日子。OK， 一定要快乐啊。OK， 你今天干 OK 什么会啦？好啦，你们快去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走了啊。我们快去。真的走了哈。走了，拜拜。多谢你的支持，谢谢谢谢，我先转。怎么样？飞哥把日升的股票都凑齐了，再加上收购的，这样总够了吧？别高兴太早，这样股票还不够。那怎么办啊？离结婚只剩一个多小时嘞。股票不够也不担心。担心也没用啊，我说过了，我只是尽力在追求我的幸福而已。有你这么全心全意的帮我，够了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你不怕我表面说要帮你，背后搞鬼？你不是这种人。就算我们两个是情敌，我还是相信你的人格。好，我冲你这句话，我挺你，我决定加码。可是这个样子，你会花更多的钱。没关系，花钱买一个朋友，值得。你先回去，我跟你保证，在婚礼之前，我一定解除你们日升的危机。陈太，嗯，来，齐三春。啊。哎，这个麻烦一下。好，那你把手表弄好。我跟你说啊，陈太，嗯，待会儿你要是碰到了天丽，嗯，你可千万记得，今天是她结婚的大日子，你不要一见面就教训她啊。哎呀，瞧你把我给说的，好像我是个老顽固似的。我哪那么爱教训人啊？我只是觉得这整件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才刚说呢，
你又想脸红脖子粗啦？不管是好是坏啊，过了今天，我们的女儿就是别人的媳妇了。怎么了？舍不得啊？老实说，在这之前我一直没什么感觉，好像是做梦一样。可是直到你刚才说那些话，我才感觉到，我们的女儿是真的要嫁人了，马上就要离开我们这个家了。其实天丽搬出去住也好一阵子，你不是也该习惯了吗？那不一样啊，那好歹还是我们的女儿啊，早晚要回家的。现在一结了婚，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。你就想开一点吧。你就想成多了一个伴子，多了一个女婿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哼，你就那么想得开？想不开又能怎么办呢？如果说遗憾的话，我只有一个遗憾。什么遗憾？我们的世界会不会有交叉点？也许某一天，我心里压风咖啡厅。银白色的风铃，褐色的猫在橱窗慵懒的。如果说遗憾的话，我只有一个遗憾。什么遗憾？天丽都要结婚了，她还不肯原谅我这个做妈的。连一个拜别迎娶的仪式都没有。现在已经不兴这一套了，嗯，是，还好不兴这一套，要不然呢？嗯，我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准是你。嘿，别说我，你别看这两个丫头，平常再怎么样惹我们生气，可是现在轮到还要嫁人了，我就不相信你就不难过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卖个吹啊，好不好？小等我就随挂过啦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秘书卡来啦，讲即摆人愈来愈侪啊，新娘嘛已经到啊。啊，你迄个囝呢？搁即摆未转来，我再看你要哪收煞。你怎么对你自己的儿子一点信心都没有？我讲伊会转来就是会转来。啊，不过即摆几点啊？搁无看到囡仔影呢？我跟你讲啦，一定因两个相带走啊！我要来报警啦。哎，你快冷静好不好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不相信他，你相信谁啊？我就是不相信他。爸，妈，对不起。好吧，好吧，先拢卖讲，去，快上网玩，快紧。田丽要结婚了，这天大的事！我说的不是这个啊！我不管别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马上去处理田丽的事。你现在踏出这扇门，你就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你现在知不知道有人在收购瑞声的股权，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价位？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，宝仪已经开始反击，而且他已经知道你的企图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先去处理田丽的事。高姐。你现在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你总裁位置没了，你的梦想也没了，你就永远没有资格把天丽追回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你现在马上联络证券公司，还有我阿姨，你可千万别出门。
姐，喝水。啊。Kelly， 嗯，现在几点了？2点多。你看到高飞没？姐，你不要紧张嘛，他等下就来了啊。来了来了。爸，天丽，哇，真漂亮！你今天也很帅啊。哎，我女儿结婚，我这个做老爸的总不能让女儿丢脸嘛。来来来，爸爸看看。嗯，真美。干嘛这么说啊？说我都快哭了。你感慨干嘛？当然感慨啊。昨天看到你的时候。还是一个淌着鼻涕的小丫头，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大女人了，而且马上要出嫁了，能不感慨吗？是吧，南瓜？天丽，姐，今天是你大喜日子，脸色干嘛那么难看？是啊，天丽，你要出嫁，我跟你妈虽然都舍不得。可是还是开开心心的，你妈要来给你祝福，你总不好给她脸色看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只要天丽开心就好了。你看看这个捧花，真漂亮。刚才经过礼堂的时候，布置的真好。天丽，宝莲对你真是不错啊。爸妈。别这样子嘛，坐。来，坐。哎，哎，怎么还没有看到新郎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塞车，请客，请拍谁哈？还好，我们还来得及吧？刚好，刚好。没事，没事。田丽呢？阿姨，田丽，你今天好漂亮。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站到新娘子旁边去啊！你还害羞啊 ？Kelly， 嗯，帮我通知牧师，婚礼可以开始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现在几点？2:55。高飞，先暖阳。妈，婚礼不是3点才开始，再等一下。婚礼就快开始了，知道。你知道你还在办公室？我委托信没有拿在手上，我不在办公室，我要去哪里？董事长已经拿到了，市面上所有日升公司的股票，我们已经全部买下。行，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高飞，你到底在等什么？我，是啊，都3点多了，婚礼应该开始了吧？
外面客人都来得差不多了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天丽，你赶快补一下妆啊！快点快！都什么时候，还在等什么？慢光。我想我们先出去招呼客人啊，请给你等单哦，新娘子好的时候一起带着新娘子进场好不好啊？哎，高敏，给给给来品，哎，音乐一下，你们赶快出场哈。好，天意来。你刚才还没说你到底在等什么。我去。自己心爱的人的婚礼，好热闹，哎呀，你好漂亮嘞，阿兰。江明，外头都奏乐了，是不是该出场了？
是半生不熟朋友的留言。老掉牙的爱情影片，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。山雨遮掩，却又期待。